浸泡的五谷粉加上橄榄油，再用果汁机搅拌起来。这样有没有很优雅？有。以后教你爸爸妈妈又简单，实在营养又好喝。面对疫情，该怎么健康吃？姜黄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姜黄哈，它去寒呐哈，再来重点就是它抗发炎。我们身体的细胞每天都在发炎。慈济志工在花莲监狱推广素食，收容人也贴上响应如素的贴纸，一起来为地球尽份心力。每天早上作为如素，然后也愿意跟我同学跟我家人一起分享这个讯息。虽然说我们在关，可是我们可以尽到我们一份心力。我觉得吃素是一件还蛮棒的事情，对啊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大家纷纷踊跃举手，爱护生灵，守护环境，就从现在开始。大家都愿意举手，大家都愿意如素，即便是两餐一餐，他们都愿意。那我们真的很感动，也很感恩他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善举。只要一念心，一念慈悲，虔诚的心，人人都是菩萨。如素能保持身心安定与清净，也愿这一波疫情早日平息。台视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莲，花莲报道。